iPhone Girl。我现在在这个布拉格的这个半山腰上，然后呢，我这个相机可能高度不够啊，因为它不能把这个景色，这个景色还是非常好。我尽量用我的手把你这个摄像机拿高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只能是尽量拿高了，还是不行，这个树太高了。我放大一下试一下呢，放大一下能好一些。这边是一个城堡，这就是布达佩斯去了，布拉格的老城。